好，这一把我来看一下有什么色手，色手有龙啊，法师也有了，刺客。 不知道用什么好。来，用猴子吧。想了半天不知道用啥。台服的猴子不太好不好用。上次打过一次，反正挺惨的。但可能。 看名字，我操，没有一个是汉字的呀。是我一个圣剑，哎，这个不错，应该算是无尽战刃的样子啊。Know everything， 说的什么？听不懂。 哎，我们家的人掉线，典韦掉线，赵云是典韦。哎，他这个得不能改屏幕啊！亚瑟，亚瑟，马匹达罗。 怕我了？那我刚补的血，打野的何在？我操！李元芳打野打到哪里去了？ 哎，我去，你小乔去哪里了？又 happy me。
Tapo Q, Tapo Q.他不打完，我真想我自己去打。Attack！ 哇里哇里！集合！攻击暴君他的魔龙。李元欢，李元欢的一技能，大招。先要给他们下马威，打到他们怕我们为止，要不然每次他们都敢太嚣张的冲出来。哎，我操，这个镜头怎么不能移啊？我操，不能移到那边去啊！倒是这个设置问题，我想转移方向，但是镜头转不了，看不了前面有多少区。Nothing， 他这个早期的孙悟空，对吧？我操，移不了，移不了视频，知道吧？移不了位置。哎，我怎么还会死啊？死了拉倒。哦，可能没有设置移动镜头，这样就可以移动了。我说怎么每次按都按不出来镜头，因为没有设置出来。这样就可以先看对面的镜头了，对吧？我也是暴击猴了。哟，身上有个龙 buff， 我操，这什么鬼啊，把我弹这么远啊。有没有吸血之刃？我操！先找个吸血之刃，反正这个是沙弹。猴哥不带个吸血之刃不好打呀。No everything。我看我最后的出装推荐的是按摩。复活甲，那就复活甲不要。哇，我的渣又是错过了最佳时机。这个台服的猴子用起来还有点不太适应啊。这什么游戏？传说对决，名字叫传说对决。等一下，都这么多血，这个是亚瑟。嘿，我操，斩杀扔得太早了，扔得太晚了。
哎呦我的天，被人赶出来了，我操，连个野怪都不给我打是吧？什么？给我来个伟哥？哪来的伟哥？赢了呀！哇，小乔这么溜啊，都已经超神了，七连杀没死一次啊。快跑快跑，投降。哎呀我的天，我的猴哥还没玩爽，你们投降。Win， 这个很容易嘛。就这么地。